大家好，排骨不管怎么做，切记不要直接焯水，教你一招，排骨鲜嫩多汁，不腥也不柴。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排骨非常好吃的做法，希望排骨里面加入一勺食盐，然后加入清水让食盐化开，把排骨泡在盐水里面浸泡10分钟，盐水可以起到杀菌的作用。泡好之后冲洗两遍，把排骨冷水下锅，加葱姜料酒。冷水下锅可以使排骨受热均匀，才会慢慢的将内部的血腥很好的释放出来。上面漂浮的这个浮沫，飘着的就是排骨内部的血腥释放出来，预热然后形成的，这就是排骨腥味的根源。把这些浮沫煮出来，这样排骨就没有腥味了。把煮出的浮沫撇出去，然后把排骨捞出，再清洗两遍，清洗干净。我们看一下处理好的排骨，不管是用来煲汤还是红烧，做出来都是特别的鲜嫩，不腥也不柴。把排骨放入砂锅，加葱姜和干辣椒，再加入一包红烧料，既能上色又能调味，再加入半罐啤酒，加入适量的清水没过排骨，盖盖小火炖1个小时，时间到了打开看一下，哇，真的太香了。然后大火收汁，再撒上一点葱花和白芝麻，非常美味的红烧排骨就做好了，鲜嫩多汁，不腥也不柴，真的太好吃解馋了，喜欢就在家试试吧。